我们下一个表演呢是来自日本的这个民俗舞蹈，它叫阿波舞。有人知道阿波舞是源自哪里吗？德岛，厉害，还有先生厉害，对，源自德岛。哦，它源自日本的德岛县，它以太鼓啊、真鼓、笛条等等的二拍子的节奏，搭配舞者的这个声音跟手部的这个动作来做的一个阿波舞的表演。那它没有固定的这个模式，就是一个很随性的表演。那在等一下第二段的时候，大家也可以在台前一起跟着我们的舞者一起跳一下阿波舞。那也欢迎所有大朋友小朋友呢一起来加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我们阿波舞的组长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他等一下，他可能要稍微让一下路哦。如果他们要走的话，thank you.
你借我你们的双手，跟着我们一起跳舞，跟着我们一起跳，来，可以往前好不好？可以往前哦，姐姐们会带着你们一起跳舞，对，弟弟妹妹也可以，动作非常的简单，来帮我们排一排，帮我们排一排，往前往前，来来来，大人也可以带着小孩，家人都可以一起，对，啊。台上吗？对，我们在台上合照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表演者先上台。